三十四号 ，Number 34 NBA 榜眼禁区的护国英雄，哈希塔比。这边齐威倒地，球在科欧斯手上，塔比被放投。塔比出手了，零点的一个 long two 出手得分，还能够上升到联盟的第五名了。就在今夜，推给塔比暴扣篮筐。曹勋章利用这么远的话，这个身高看起来对于对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威胁性啊。多少来了要挑战，但是被塔比封下来。科欧斯往底线带有点危险。这个球塞给周伯勋，这是塔比的妙传助攻。针对对方提早了一个 double。陈孝荣带球在顶点，陈孝荣选择切入，没有闪过塔比的封盖。一节手感稍微差一点，现在慢慢有回温的状态。哇哦，塔比及时的补防啊！这阿巴里本来在交给，现在决定要暴扣了啊！结果被塔比干得火热。又是小台的出手，哇，又进了！这个时间点，哎，云豹的禁区更显得重要。是，塔比龙兔的出手，他投进了。杨元，第三节剩下一半不到的时间，塔比上篮得分。对，这次又是利用蒋玉安现在占了六成了，所以整个台钢猎鹰这三名常人真的是非常的优质的情况底下哦。陈翔、李奇伟、塔碧，哦，自己来哇！塔碧今天不错，在罚球间哦，原来是哦跟场边的 Pageant Sisters 拉拉队哦。哇！周伯勋，中英特工打五战三胜的话，搞不好大胜加上琼斯跟科欧斯，这个搞不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欧系的。球员们哦，打得这么的出色，我想明年在全台的一个部分哦，联盟应该会蛮多做蛮多的二十分的差距。这个球直接被塔比给轰了一个火锅，塔比也算是这个出了一口气啊，可是前面的传球哦却没有传好、啊。杨金哥想隔扣，但是想隔离。我在第四节前半段回到场上。塔碧中距离还是拔起来了，出手进球哦。今天塔碧在这个位置，真的例行赛的胜率八成四六，这非常可怕，很狂了、啊，对，很狂哦，这是超狂啊，不只是狂而已。金恩现在来到场上，前一阵他砍下了42分，克里斯杀进去，抛投没有，塔碧拿到篮板，塔碧再传出来，重新组织，蒋玉安。地板球给塔碧，单手暴扣，34.2联赛第一，但是开赛啊，海神两个三分球，塔碧又吃掉了亚历山大，海神换上秦明庆，得要85号球员塔碧单手暴扣，如入无人之境啊，在进球，他今天第一个 field goal， 19-16，又是塔碧的灌篮，今天四犯规45。Brickman 杀进去，塔碧最后一线的官方伤害对方一波，停滞了。为什么？还是刻意要把球往内线塞？对，又是塔碧再往里面走，这两分要到，可是蛮辛苦的。对，打起来很决胜节了，这个专注力要更提高。塔碧身系五犯，现在回到场上，有犯规的产生，这两分他要到。是利用塔比在禁区，终于打进了，还是在利用他的破坏力，好，所以又换回了先发的阵容啊。塔比再给过来，还有守区域外围的空档啊。今天班森12分12篮板，我这边用左手溜进来，塔比。但你有三分球，莱斯也想来一颗，失败了。而前面没人守，轻松要扣篮了，塔比。但我想有事件的一个发生，才有这个球员的一个成长啊。对，有些时候这个尖尖的角是需要时间去被推一下，
对，会直接飞出去了。那当然不无可能有一些演戏的成分，就是矮个子球员本来就要具备的。没错。啊，效果其实蛮有限的。对。阿碧。哦，这个脚步踩得漂亮啊，上篮得分。我目前还是台啤四分的一个领先。哇，在篮底下换到另外一边呢。最后塔皮拿到两分。你这个哨音有没有出现啊？又或者是说，哦，裁判虽说有注意到，可是为了这个比赛的一个继续，对，哦，就先或许这个分数云豹就不会落后到六分之差。哇，塔皮。塔壁压进来，还是有面向篮筐的机会，放上两分，并没有直接来做出手。哇！虽然这个 ace 快攻直接把球给轰出去了，这边撞一下，裁判想哨，哇！结果是一个禁算啊。以本土球员来讲，本土的后卫来讲是真的是相对相当不错。好，这边已经放掉了塔壁，今天的塔壁都没有享受。篮板球下来，科欧斯没有犯规，这边再用点的点给了塔壁。100-97，这边塔壁，正如我听听。事实上替补上场只有打六分钟而已，拿下四分。塔壁篮下的转身插板得分，34-32。塔壁站着投，追平了。赛前有辛苦的练习啊，蒋玉安带球过来，地板球再重新给周默勋篮下的一个出手，塔壁一个抢三个。今天太阳团队投进了实际三分球了。哦，塔壁这禁区完成了身高优势了，苏玉静 repose 再要回来，苏玉静篮下转身要打铁小球，翻身要扣篮，巴洛篮板，莫尔特你再拿到，主场的台啤赢球，落后三分，102-105。塔壁第一时间给篮底下，这个 high low 联络传得漂亮。